继续来关心未散响的消息。110年全国林检以及乃至蜂蜜品质评鉴结果出炉，未散响的蜂之谷饲蜂场摕下特等奖，三米饲蜂场摕下头等奖，这两个奖项都非常的不简单，看得出饲蜂场的用心。第二前都结束的110年度全国林检，佮有乃至蜂蜜品质评鉴当中，梅山乡的两位蜂农就摕下了特等奖，佮有头等奖。分别是蜂之谷饲蜂场，佮有三美饲蜂场。因为今年年初时的天气小热，互因樱花盛开，进一步提升蜂蜜的产量佮质量。今年的话，其实蜂蜜的产量有比较提升，而且品质的话也比去年都还要来得更好。对，所以今年的蜂蜜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来吃看看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主要是看地区，因为其实蜂蜜它是都是从土里面过来的，一定要有足够的水汽，蜜才会来得多。对，那所以刚好我们嘉义这边气候相对来讲比较好，所以今年我们嘉义地区这边算是蜂蜜产量还不错，品质也会很好。那我们不止遇到干旱之外的话，还遇到就是说龙眼花蜜与荔枝，龙眼树与荔枝树它们的开花季节做到了一个重叠这样子。那重叠的话就是说有时候它花蜜有时候会混合在一起这样子，那我们蜂农就要更专业的话，就是说去采这个蜂蜜的话，就是必须要更慎选这个地方，让我们的蜜源可以再更单一这样子。那今年的品质跟以往比起来的话是好很多的，因为去年不只是没有下雨，然后也没有开花，开的也不是很好这样子。那所以如果民众喜欢的话，就可以多多选购我们国产的那个蜂蜜这样子。今年年初时阵天气小热，加上雨水无多，互莺莺花拢大盛开，这就互今年的莺莺蜜品质佮有产量有大幅的提升。所以喜爱国产蜂蜜的消费者，就莫错过有农高芳开的梅山莺莺蜜。谢谢新闻整理成梅山乡采访报道。感谢每一位来注射的乡亲，越多人打，我们就有更强的群体防护力。有位置我们前面都可以坐。咱的目标是要拼六成的疫苗接种率。有就来做啊，拜托什么就做什么啊，有疫苗就赶快打了。手机上网预约，你有办法用的，叫少年的用，加紧就完成啊。你这动线足仔细的啊，很满意了，很好，一下子而已啊，休息15分钟。哎，多好啊，哎，多好啊。无论山海平原，咱拢有些疫苗接种站。为了方便上班族，我们特别开放夜间施打服务。全家60%防护力，需要你我共同筑起防护网。那别记这里哦，现在就上网去登记吧。